Hello，给大家录一下这个传送门骑士啊。这个载入的时候卡一点都正常，主要是看进游戏里面卡不卡。旧游戏我当时的那个540M 可是卡的不行不行的，60吗？啊，进来之后是满60的。其实载入的时候卡不卡倒无所谓嘛，东西主要是看你。还算了，不打他们了。嘿嘿，这个风格挺像塞尔达的。打倒三个敌人啊，还有一只鸡。它这个自动锁定还是挺烦人的。传送门的碎片在哪呢？哈哈，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跑的吧。感觉还是弓箭手好一点。感觉这个战士真的太不好用了，距离也太近了。
哎，又凉了。这个战士真的是太难了，战士。算了，我还是好好的打吧。唉。这到底，这个不能喝吗？哈哈哈。工作台在哪呀？这是信箱。
好啦，那传送门其实就录。